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又到了我们找惊喜的时间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到这些怪物头像里面来找惊喜哦。我们先来看这个绿色的怪物头像，看看里面藏了什么吧。哇哦，是一个保龄球。好啦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个，让我们来看这个宝绿色的怪物头像。看看里面藏了什么吧。是一个点心包子。继续看下一个哦，来看这个橘红色的。里面藏了一个绿色的小足球。再来看这个玫红色的吧。是一个易拉罐瓶子。好啦，接下来我们再来拆哪一个呢？就来拆前面的这个蓝颜色的吧。这是一个小蛋糕。接下来我们要拆的是这个紫色的怪物头像。看看会是什么呢？哇哦，也是一个小蛋糕，这是一个粉红色的草莓蛋糕。好啦，我们继续看下一个粉红色的。这是一个紫色的计算器。很可爱吧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找惊喜，我们来看这个紫色的吧。这里面也藏了一个保龄球。好啦，再来看下一个绿色的。是一个小小的手拍鼓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个玫红色的吧。
只鞋子，是一只宝绿色的高跟鞋，非常的漂亮。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再来看这个粉红色的吧。哇哦，是一个手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个黄颜色的。这是一个杯子。好啦，再接下来，再来看这个蓝颜色的。这是一个浴缸，上面有好多蓝色的泡沫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红色的吧。里面藏了一个牛奶瓶。再来看这个绿色的，哇哦，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味的冰淇淋。好啦，我们再来看这个蓝色的。是一个黄颜色的滑板，有四个小轮子。好啦，再来看这个蓝颜色的。里面也是一个粉红色的草莓蛋糕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粉红色的。哇哦，这也是一个草莓派哦。好啦，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大红色的。哇哦，里面也藏了一个滑板，是一个粉红色的滑板。接下来还有绿色的。是一把小椅子，蓝颜色的小椅子。好了，我们要来看最后一个紫色的咯。会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奖杯。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